你写啊，这就是一从三不能啊。你，如果你写，你已经跳出那个字来的话，啊，它是三十八还是三十四？是这样啊。三十六。三十八是等于差不多四十了。四十的话，它、啊、可以嘛？哦 ，OK。啊，以后我们再讲那个摇摆，它有一个规矩，有。不过我们先把这个。弄清楚，从3、啊，这个你看我写，我是故意把一个写大，一个写小，哦，啊，不明显。这个你看我写一点，这个直一点，哦，啊是。当然，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可以好像那个谁，那个朱宇明讲，跟他讲来一个，记得吗？嗯。来一个圈啊，大圈啊，那也是没问题，啊，的高是吧？圆。哎呀，意思。圆哦，啊，山远天高啊，山远天高。烟，这个可以放两个啊。烟水寒，我们讲说寒，如果你看到，你可以这样放，是吧？那我们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的已经有了，哦，啊，香湿啊，那这个，哦 ，OK， 现在你写到这边，你觉得啊，如果墨不够，主要是墨不够。就是过你又不要去沾的话，烟，但像是风是吧？这样你写了，你就可以开始放慢，这个，你等一下，那笔开始放慢，风也是可以慢，慢的话你看，其实你的水啊，它也可以一直写，慢。是吧？橘，你看这个拉高嘛，这个，好，橘，啊，因为我们写的时候我们讲橘，花，你要这个大一点都可以啊，菊花开，开，菊花开。OK， 你看啊，如果你觉得你要调墨，就会觉得，这边有重了，这边一直干下去啊。这样的话，你就到这边的话，你就可以加水了，加。啊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橘就可以用这个啊，这个，你看到吗？这两个橘弯下去啊，而且一个比较大，一个比较重。啊，它就没有那么，啊，菊花，你看这个花你不要的，你记得吗？我们讲可以用这个嘛，啊，这个也可以用，你要的还可以放一点啊，菊花蝉啊 ，OK 啊，菊花蝉，嗯。这边就比较黑了吧，哦，就要沉，这个就用这个晒眼，这个你看，对，好，哦，它会出现一些变化，它不需要眼晒眼高。高飞，这边可以向上一点啊，补一点高飞，人会还。OK， 这个还，如果你拉这个长的话，远的哦，远的是还。还两点。还是那个。哦，远。远的还章。OK。哦，二了吗？结了。
OK 哦 ，OK 了，哎呀，弄过。OK， 不过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你要不要突出这个很明显的话，你写这个完的时候，你就不要在这边，也可以这边，或者你就不要在这边。比如说，如果你在这边呢、啊，它这个就很突出啊。嗯。如果你在这边的话，虽然这个有你看不是很清楚了，因为这边有长的，这边有一个长的，你这样放上去啊，你就减少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像刚才，你有几个未凸显的、啊、哦？你说一下。嗯。啊，所以它是这样，然后这个哎未完，一上，连，这个。一连风这个可以，枫叶弦啊，嗯对啊，就是你是。长相思，这个啊，可以写。哎，知春。OK， 好。所以它就是一种写法了哈，比如它，啊。他有一些布局，现在开始考虑到那个墨的浓淡了、哦、可是啊、你要跳出那个字呢，你才可以想啊，因为你在写的时候啊，你是在想布局的哦，啊，你已经。